芭蕾奥运的苏兰代表团有真侪国手今日登岸，空军是派三架 F-16 来伴飞，机场外用水门来致敬。伫通机场，阁有真侪民众是来迎接。林玉婷都感谢大家鼓励，甲团队教练的支持。欢迎各位。飞行器就要到台湾国门，边有三架 F-16 米的战机在空中盘飞，欢迎咱的芭蕾奥运代表队的成员归国。这届奥运结束，咱的代表队摕到2金5铜，创队史第二好的成绩。13包括金牌军校林旭廷、不幸苦的女将陈连琴等等，真侪国手拢做伙登来台湾。飞行机一到停机坪，托机公司就以水门礼来致敬。伫个机场内，包括林碧婷毕业的英国工商书生等等几百个民众拢来接机，甲现场是客甲擦擦擦，国手嘛真亲切，一直咧会手递伊签名翕相，不管啥物拢配合。林碧婷一看到妈妈，母女是亲情在染的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嘛来接机。林碧婷是感谢大家对这么远的所在来，一路替国手来加油鼓劲。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让我这个成绩，然后让我的努力可以让你们大家看见，那让世界知道台湾在哪里。谢谢林玉婷的坚持，为中华台北金牌封关战画下完美的句点，让我们这次2024巴黎奥运会能够以2金5铜的好成绩画下完美的句点。林碧婷感谢教练詹祖强替伊承担真侪代志，对台湾查某囝的称呼，林碧婷讲真光荣会当得到这个称呼，不过肩胛头嘛必须爱承担搁较侪责任。有一种一夕之间就是睡一觉醒来，然后就得到大家的关注，那我觉得还蛮荣幸、蛮荣耀，然后可以获得这个称号，但同时就是肩膀上也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。除了这场闹热的机场欢迎会，8月16日，大总统要伫个总统府内面接见咱芭蕾奥运的选手，而且举行英雄 party， 后壁就要进行台湾英雄大游行，让国人会当拢来看到咱英雄的风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